心未了，我睁开双眼，长夜漫漫总有散，来到故事终点。如果有人问此生不悔，捧出站你的地方，刻下纠缠印痕，说再见不是离别，何必追赶着句点，思念在一瞬间倾倒地平线。谎言在歌唱，大地在眠望，我一船头海，尘埃中花开，有呼望的天，誓言追光阴，灵魂在寻找时间缝隙和你的方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我只是刚刚觉得有一点点痒。你想不想试试？嗯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你看。我没骗你吧？你今天心情看起来不错呀。嗯。要不我今天教你如何吸纳灵气，怎么样？那我先入你识海看看。没事，别怕。你学会修行之法，将识海充盈，指日可待。指日可待。
你会说话。我叫什么？我叫什么？你叫天耀。你叫天耀。不对，你叫天耀，我是燕回。不对，你叫天耀，我叫燕回。我你燕回。你燕回。对，天耀，没错，是我。大国主，大国主，天耀他会说话了。你看他学得多快啊。哎，那你有去探查他的识海吗？有，他的识海广阔无垠，我相信变回以前的天耀指日可待。指日可待？你看他也是这么认为的。那就太好了。说什么呢，这么开心。在外边就听到你们的笑声了。天耀他快好了。好了？嗯，快好了。喜事啊，这个是。我也有喜事儿。阿爹，我把幻族女王拐到咱家了。好，你看，这是我和幻小燕找严先生写的婚书。婚书？我们青丘一直都没有这个礼仪的。并非青丘礼仪，我是看上次龙主大婚时如此对燕回，我觉得很不错。很不错。看来我的主理已经长大了。既然你们两情相悦，阿爹当然不会反对，这个是好事。看来我们今天是双喜临门啊。实不相瞒，今天应该是三喜临门。啊？我要当爹了。我要当爹了。你看他学得多快啊。不是你要当爹了，是我要当爹了。你有了？什么我有了？是贤哥有了。啊，对对对，贤哥有了，我要去看他。哎，那一起吧，三喜临门，这不得大办一场。哎，不如就在我与贤哥新开的望雨楼，如何？好，阿爹，那我们，赶紧去吧。走。嗯，望雨楼说搬就搬，你们可真有本事啊。哇，哎，等等我，慢点。青丘局势已稳定，我们也不用再东躲西藏了，便在这儿安家了。你和贤哥也算是苦尽甘来了。燕姑娘此言差矣，与贤哥在一起的每一日都很甜呢。齁死。谁死了？走。这些花纹我从未见过。这些桌椅皆由永州能工巧匠所制。永州？永州是哪儿？好玩吗？永州乃在下故里，那里商贸汇集，很是热闹。可如今已被广寒门控制，犹如一座禁地。不能吃，要等大家一起，要用筷子。大家，筷子，吃，我的故乡曾经也很热闹，可如今，哎，你别难过，青丘也是你家。故乡是什么？故乡就是，无论你身在何处，都会牵挂的地方。铜锣村、龙谷，你应该回去看看的。回去看看。Thank you.
你和我一起？当然。回去的话，你会想起来什么吗？你们在聊什么呢？哎，我来。你如今是有身孕的人，怎么能提重物呀？大家快坐。我这酒可是500年的珍藏，金贵着呢。再金贵也没你金贵啊。凤千树的嘴向来刻薄，唯独遇见你啊，嘴都变甜了。那是。来，我提一杯。大家一路走来，历经磨难，像今夜这样的欢聚之日实在是难得。今有好酒，又有好友，又有三喜临门，不如我们许三个愿望，如何？好啊。世子殿下早就想好了。便与心爱之人白头偕老。好喝。愿我儿诞生之日母子平安。燕回，最后一个愿望你来许吧。愿我们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好一个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来，干杯。干杯。干杯。何局？何局？雪岭他仙逝之后，很久没有人跟我对弈，还对弈的如此酣畅淋漓了。其实你来找我，我也不太意外。但是你愿意跟我们妖族合作，却有点出乎我的意料。共同对抗福音乃是我辈应尽之责。若玄门的人都有如此想法，那我们这两年玄妖两族也不会势成水火。说来，这个也算是你们陈心山之物。雪岭他当年打算以此法器纳入黑旗，前去封印福音，只是没想到他找机会钻进了压阵的青广真人身体里面。现在我已经把这个罗盘修复好，也是时候物归原主了。希望可以助陈星山一臂之力。多谢大国主。幸哉幸哉呀，老夫幸哉呀。这玄妖两族啊，历时100年再次携手联合抗敌，如此历史性的一幕，哎，我要用名垂青史墨把它记录下来。严先生此举是否太过隆重些？严先生向来如此。来吧，来。好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一父一母的亲兄弟。来，好，都在酒里了。好兄弟，这小子酒量倒是比以前长进了不少。哎，你刚孵出来，还是个龙宝宝，不可再饮酒了。父
放心吧，我这500年的陈酿不伤身的。况且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今晚就让他开心的喝吧。贤哥姐姐，你肚子里的宝宝现在是不是跟我们一样高兴啊？是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他会说话吗？当然了，你想听吗？走，去我房间。好，走。燕回，一起去。好，你少喝一点啊。坐，奶。哎呀，坐下。他们姐妹聊天，你凑什么热闹？就是，来，龙主，我敬你。喝酒。听见了吗？听见了，他的心脏在跳啊，咚咚咚咚。燕回，你要不要来听听？燕回，你快来听一下。什么？怎么了？你受伤了？没，没什么。你自己说，还是我去查？你选。你们可知，龙虎与黑气相克？之前听大谷主说过，难道这是？自从我修炼成了黑气之主，每每触碰天药，都会被他的龙气灼伤。竟还有这样的事，那你们今后……没事，天药能够苏醒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以后的事以后再愁吧。对了，明日我打算带他离开青丘，回铜锣村。这才安稳了没几天，怎么这么快要走啊？铜锣村是我跟天药相遇之地，在那儿他曾经立下了守护的誓言，我想带他回去，说不定能够帮他恢复神智。铜锣村在玄门地界，他们会接受你们吗？管他们接受与否，反正我不会任由他们宰割了。无论如何，万事小心。你放心，我知晓分寸。龙主，你不知道燕回他真的太不容易了，之前幻想跟我说，他之前可喜欢你了，他跟你表白来着，你就捅了他两刀。捅两刀？不过啊，他最后还是原谅你。这次燕回他为了救你，可是从黑河底下爬上来的。黑河呀，多吓人啊。哎呀，你倒好，你自己从蛋里孵出来啥都不记得了。燕回他可真是太惨了。对呀，以前你对他多好呀，散尽千金只为博他一笑。是，看看你现在这个呆样啊，还冲他喷火。要是以前的你看见现在你这样对他，你会打死你自己的。打死你自己。罚酒。罚酒罚酒罚酒。来来罚酒。我自己。今夜可真是畅快，没想到你还学会喝酒了呢。燕回。我怎样？以前。以前啊，说来话长。你以前呢，可是一个满嘴谎言的小骗子。我骗子？那我伤了你吗？伤害过呀，还伤害了不止一次。那我坏人是吗？
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只不过是受伤了之后在向世界挥拳而已。这一次我一定会保护好你，绝对不会再让你受伤了，所以你以后不用再那么战战兢兢了。铜锣村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，那个时候你还叫阿福，我被绑了起来扔进了柴房，你来给我送馒头，结果我还咬了你一口。绑柴房？为什么只给你送馒头？我为什么不给你解开绳子？不解开绳子怎么吃馒头？这些都不重要。总而言之，铜锣村依山傍水，炊烟袅袅，是一个很美好的地方。在那儿我们也有很多算是很快乐的回忆吧。等你回到那儿，说不定你对过去的种种疑虑你自己都能想起来。第一次见到燕回的地方我一定很喜欢。凌霄，怎么了？他打过我，我不喜欢他。你来做什么？我带了一点水果，可以在路上吃。不用了。我知晓你们要离开青丘，前往玄门地界。我与陈毅国主商议过，会一路保护你们。不必了。你们的安危关乎玄妖两界，我能保护好自己和天耀，我能保护好自己和燕回。走。你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？什么时候？从我救你之时，从你苏醒之时，也是我一无所有之时。阿姐，你不记得了吗？就是在这个地方，我用我所有的功法将你唤醒。如今，你却这样对我。你伤了广寒门的人，他们就是一帮废物，一条贱命，跟牢里的妖怪有什么区别？你被福音控制了。我识海都被毁了，我再也没有修仙的可能。是他重新赐予了我力量，有什么不好？燕回没死，他回来了，他回来了。只有福音可以让我变得更强大，我才有杀死燕回的机会。我是为了杀掉燕回，我是为了给玄门除害。燕回跟妖龙，我会杀。
但你跟福音。我也绝不会纵容。你要杀我，你要杀我，为什么？好不容易恢复到了现在，谁也不能阻止我。现在拥有了这直杀的功法，你却还要剥夺我，安琪，安琪，安琪，thank you.
今日我便教你静明心法。静明心法？嗯，此法乃天地灵气基本之法，玄妖两族千百种法术皆是由此演变。就好比你识字时的三字经。天耀，你乃玲珑之体，识海里宽广无垠，学起来一定很快。有形者生于无形，有形者生于无形，无能生有，有归于无，无能生有，有归于无。我应该没教错吧？然后呢？啊，然后境由心生，便感空无所空，空所无空。空，空所空，空所无空。怎么样？有没有感觉你的丹田微微发热，然后丝丝缕缕的灵气汇聚于识海之中啊？有了，可是这种咕噜咕噜的感觉，不是，啊，这是你饿了，啊，算了，今天的乘客就到这儿吧。啊，我，是不是我没学好啊？谁说的呀？你这几天的进步都比我在陈行山十年的修行要快。嗯。陈兴山，你可在陈兴山待过？嗯。那你，你跟他，你们是什么关系？他曾经是我师父。但现在我们没有关系了。哦，陈兴山师傅，鞭子，他就是抽你鞭子那个人。天耀，算了。耀辉，你干嘛拦着我呀？算了算了，他抽你鞭子。天耀，你冷静一点。天耀，你别冲动。我要替你报仇。算了，他并不想与我们发生争执。是你说过的要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，你为何偏心于他？他并不是坏人。他打过我，他还抽过你鞭子，他就是一个坏人。即便如此，他也不是坏人。好坏是非，并不是这么简单就可以轻易定论的。嗯。你不要再为他说话了，你也不要再看着他离开的方向，你看着我好了。耀，我们家天耀还会吃醋了呢。他呀，就只是我师父。哼，师父，师父究竟是什么？师父就是教你说话、识字、修习功法之人。那你现在也是我的师父？我是你夫人。夫人？嗯。那夫人和师父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嗯，师父是亲人，夫人是爱人。那你既是我师父，又是我夫人。
那你就是我又亲又爱的人。怎么了？天耀，以后这话你就出去，可不能跟别人说。不讲，除了你以外没有谁是我又亲又爱的人。走吧。凌霄真人为送爱徒过河，特地挑选了如此一条少有悬腰两界巡逻之地呀，还要我等特地提前做好准备，真是爱徒心切啊。多谢了。哎，他们来了。你们来了，人到齐了，且渡河吧。多谢严先生准备的竹筏，只是三个人怕是有些拥挤。你还挑啊？不是，只是没必要。走吧。我送人倒是送成了，这真人呐，送徒之路啊，看来是山一程水一程，这到最后都没有送成啊。严先生多言了。哪里哪里。走快些，你小心点，别摔着了。杨怀，你看那儿美。快走。今天怎么如此开心啊？甩掉了不想见到的人，当然开心了。走啊。没事，今天我们走这边吧。你的手受伤了。可能昨天路太滑，一不小心摔着了吧。走吧。昨天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不好好牵着你的。啊，那可能是昨天晚上烤鸡的时候烧伤的。没事的，天耀，我这么厉害，你看。再不快点走的话，一会儿你讨厌的人要追上来了。那我们走快些。
是风间一阵阵划过你我年轮，清风散里落烟会消声，划着你的剪影一遍又一遍，吻着你的侧脸一幕又一幕，黄昏醉了相思丰富过一声叹息，此生一瞬交集只为遇见你。一杯离人泪几人尝过，年年日四月终难成全，青山绿水之间华年春老深情不变，聚散总容易细数相识烟雨无尽，春风还依旧，带着你的回忆盛满了来路，回首几度不忘寻找你曾经模样，执手想看尽恋人间繁华依旧，此间有时情难寄。